你怎么了？我们家闭起来了，现在睡不着觉。哎呀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就是睡不着觉吗？我有办法。这是最新款的自助睡眠机。 想睡觉的时候，你只要躺在床上，用手轻轻的一拉，我还有个办法，只要你累了，肯定能睡着。拖这个轮胎，跑10圈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妈，你累不累啊？想不想睡觉？我感觉我越来越精神。啊，等着，你确定？爸。 妈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我知道怎么解决你问题了，快醒醒！我好不容易陪着你，把我吵醒了。妈，别着急，我教你一套动作，是著名基金经理张慧的拿捏操。基金有涨有跌，教你如何拿捏。平衡风险，坚持独立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。基金也是一样，虽然不能稳扎不赔，但是不一旦坚持。其实我赚了不少钱的。爸，你听我解释。